如果啊，这次去长滨会见到他，你会有什么心情？我说你会不会想要去？他说当然要去啊，坐游览车不方便，也要带拐杖，也要上车啊。他其实也是蛮期待可以跟他见面。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朋友，我讲了那个朋友的名字，他讲他给我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这个名字海岸线才有，哎，台东地区好像没有，所以我就想要去积极找这个人。阿公说：“哎，曾经那个让他印象深刻，这个朋友曾经留过一张纸条给他。因为我就听杨阿公说，他们已经将近14年没有见。那其实我觉得，对长辈来说，生命不要有遗憾啊。有这样的一个日托站的长辈文化交流，然后借机让他们两个见面，所以我就想要积极的把它完成。”没有碰面呢，对于我到现在，所以你一直就很想去找他，但是都不知道他在哪里。他说在地方啊，是上地方农业的那个棒球队以前一人会去上棒，是在那一带怎样啊？啊，没有去过他的家啊。多年没有见面，然后你还好吗？